第二十一题，第二十一题到第二十四题是题组，右图唯一汽车在直线上行驶时的 VT 图，请回答二十一到二十四题。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你二十秒到三十秒期间，汽车行驶的位移大小为多少公尺？那我们晓得老师说过 ，VT 图的图形啊，直线代表加速度，面积代表位移，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20秒到30秒这个面积，这是个梯形的面积。那么梯形面积是所谓的上底，那么加上下底，那么乘以我们的高，高就是30减 20， 然后除以 2， 所以呢就是 30， 然后乘以10除以 2， 叫做 300， 除以 2 叫做 150， 所以我们是20秒。到三十秒的位移是150公尺。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二十秒到三十秒期间，汽车行驶的位移大小为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150。